喜欢你，慢慢的亲密，慢慢聊自己，慢慢和你走在一起。本周中国好声音直接触发抢位 battle 赛，导师为抢学员也是各出奇招，李健、谢霆锋现场脱衣大秀肌肉，更有周杰伦迷弟曲线救国要为偶像冠名好声音，最终他能否实现自己的梦想，成功进入杰伦导师战队呢？赶紧戳整天观看吧。线条这事儿，线条这种因为太所以会原谅，漆黑风景也像被释放，那个思念比恨更顽强。哇，这个歌杰伦选的，对，我选的，而且你现在穿的这是我设计的外套是吧？真的假的？你可以转一下让老师看一下，快使用双节棍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啊，有，双节棍，可以啊，杰伦。你知道我刚刚转过来，我自己也，你知道也愣了一下，吓了一跳。本期最优的我们，香蕉妻子和 Sing 女团活力来袭，全是团魂。少年队团魂大爆发，终于战胜少女队。潘玮柏遭萧敬腾紧握小手是怎么回事？快说完整版，一起看啦！老师，我给你再做好。饿了，漂亮，漂亮！我就觉得你真的，你当主持白瞎了。你应该去饭店那做的。做个配菜是吧？对。本周熟悉的味道来错片场了。节目组原汁原味还原本期感恩人潘长江的东北老家，为给妻子杨云送上惊喜，潘长江亮出拿手好菜，但夫妻俩面临默契考验，竟要崩盘。快戳链接观看完整版吧。我说不出来一种感觉，反正我进这屋，我一撩个门帘之后，我一进来的时候，我刹那间我觉得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。这个格局，这个家居的布置，包括这个炕的感觉，让我一下子回到了。触景生情，看到那个环境、那个场合、那个地点，一下子唤醒我对那个时候那八年的一些记忆，所以说我那时候很激动的，很感动。And I'm feeling good.中国好舞蹈，令郭富城大叫华仔的翻版刘德华惊艳亮相，蔡依林御用男舞伴穿高跟鞋大跳热舞，看呆金星，京剧球派传人竟是鬼才舞者，三位导师看完赞叹不停，竟全票通过，更多精彩快戳正片观看。みんなでめちゃくちゃ踊って騒ごう騒ごう。手牵手，你都害羞都不敢抬头。这
江卫视官方频道本周主题特辑音乐现场大放送来啦！邓紫棋、陈奕迅、周杰伦、张靓颖、鹿晗等大咖 KTV 你见过没有？快说完整版观看吧！ PS 每周三周五将准时更新主题特辑，订阅我们不要错过了哦。我的马主人马蹄声如泪奔，其实我对你用情极深。